各位大家好 ，You Carry， 九月三号，今日搭紧棚，咁啊港哥出咗一道啊，咁啊而家嗰边后边搭紧棚噶啦，师傅嗰度上紧四个 B 啦，咁啊呢度差唔多5米6米高啊，都几高下噶，因为而家后边啲料嚟咗啦，架车后边嘅嗰个车就系棚料啦，嗰啲棚嗰啲物料。咁啊，做緊噶啦，上緊第四個 P 啦 ，OK， 啲嘢啦。咁呢度鋼管要百幾支，同埋11米嘅 band 板，11米乘1.唔知幾多米啦，我都唔知。已經搭緊咧大半噶啦，咁啊，五天內會起貨，咁啊會有全新面貌，exterior， 唔聽落嚟，我哋都會做緊。个棚搭紧一半噶啦，6米高，咁而家就会做一个新招牌，11米阔嘅，我跌晒嘅，咁到时有新面貌俾你睇 ，OK， 你哋开紧工，拜。